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春，欢迎继续锁定阿春生存记啊，阿春我的世界生存记，这里是第三期啊。那么上两期呢，对，在视频开始前先说一个事情啊，很多粉丝自从我更新第二期一直在问第三期什么时候更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原定的计划呢是这个我的世界是一个星期一更啊，一个星期一更，但是由于我第一期更完以后呢，我就想第一期既然是第一期，我觉得第二期好歹让大家有个盼头，所以说我第二期呢在第一期更新完的第二天第三天就更了。但是实际上来讲，我原定的计划呢，我的世界是一个星期一更啊，一周一更。然后因为这边每一期的视频大概都是在一个小时左右，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星期一更呢也是很合理的啊。好，忧伤的背景音乐又响起来了啊，这忽然让我想起来又到饭点了，是的，又到饭点了。那我们的肚子也是饿得咕咕叫了。好了，赶紧先找食物啊，先找食物。哎，我们总是很愁食物的问题啊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种的小麦，看一下小麦熟了没有啊？你看这边的小麦，哎，这种泛着淡黄色的这种应该就是熟了啊。哎呦呵，这没熟啊。那这个呢？我靠，这都没熟，完了，没熟就让我给打下来了。好。我们去找点食物吃啊，去找点食物吃。这个温饱问题一直是我们现在所苦恼的问题，没错啊，这个饭都吃不上啊。来啊，找食物啊，我们找食物啊，除了小麦做面包，然后对，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前两天就是前两期啊，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出现怪物啊，原来是我没有开启这个难度啊。这只有开启困难的时候才会出怪物啊！我一直开的普通，我粉丝告诉我说开普通的话不会出怪物。好，那我就开启了困难，然后也是天黑了啊，先睡一觉，先睡一觉啊！哎，躲在我们的啊，我们睡要睡就在这个在这个阳台上睡啊，不是这个叫什么阁楼，我们在阁楼上睡，这个感觉是非常棒的。好，随着美妙的音乐进入了梦乡啊，一觉醒来。天空还是那么的蓝啊，但是没有水蓝，是吧，没有这个水蓝。好，我们要去找食物了啊，我们肚子已经饿得不行了，你看没有，已经是快饿的这个啊，快饿的抽了啊，快饿抽了。我们上一次在哪里发现大量的野牛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我记得是这边，是吧，啊，我们继续去宰杀牛肉啊，去吃牛肉。好，把我们的武器拿上来啊，我们拿斧子啊，斧子其实也有攻击力加成。好，来看还能不能找到啊，有没有找到这个牛群呢？啊，不要迷路啊，不要迷路啊，迷路就麻烦了。好，这边还记得吗？当时有两个牛在这里搞基啊，不像话，不像话，哎，当着我的面秀恩爱。好啊，然而我们走了这么久没有发现啊，怎么没有发现野牛呢？啊，不是，没有发现这个任何动物，没有发现任何生物，什么情况？不行了，我快饿死了啊，我快饿死了！哎，为了防止我们饿死，我们先开和平，哈哈，先开和平，好，哎，先开和平，开和平的话，这个血应该是自动回满的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靠！总之，我现在赶紧要找食物吃，我靠！不要逼我再吃树皮啊！啊！啊，看我吃野草啊，吃野草啊，吃泥巴。我靠，只要能吃的东西现在拿出来，我饥不择食啊，快快快，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不要逼我把这斧子吃了啊。啊，这个甘蔗能不能吃啊？这甘蔗好像不能吃啊。虽然说理论上来讲甘蔗是吧能吃才对啊，但是在这个游戏里它是不能吃的。这就让人是吧觉得很忧伤啊，你看。哎，这不能吃啊，不能吃。来，我看南瓜能吃吗？咱们做南瓜汤喝。南瓜也不能吃，这什么鸟游戏，这南瓜都不能吃啊。皮革能吃吗？哎，我们有小麦是吧？哦，我们有小麦，好的，可以去做面包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哎，小麦做面包是可以的。哎，这里有什么蝙蝠吗？哎，小鸟啊，小鸟，来，快到叔叔这里玩，到叔叔这里一块来玩一会儿，然后把这个鸟打下来，这个吃烤鸽子怎么样？哎，他来了，哎，我没有箭啊，我没有箭啊，他飞远了。好，哎，他看到我以后呢，害羞的飞远了。
好，我们这样赶紧去搞点面包吃啊，给他搞点面包吃。小麦合成面包，我需要一个工作台啊，啊，我需要一个工作台，这边，啊，这个小麦啊，小麦，三个小麦合成一个面包吧。好，哦呦，终于有面包了啊！获得成就烤面包啊，可以做两个面包。好的，那面包还可以再进行加工吗？可以再烤一下吗？试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再烤一下。底下放一个木桶啊，不能烤啊，不能烤。这个本来就是这个开袋即食是吧？开袋即食。好，我们赶紧吃啊，赶紧吃。饿晕了这啊，赶紧吃。哦，好久没有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了啊！再来一个，心满意足的打个饱嗝。好了，哎，吃饱喝足，有力气干活了啊！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？接下来干什么呢？我还没有想好啊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但是我觉得，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开垦这个农田。对，我们的这个温饱问题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这里还有蘑菇，蘑菇应该是可以做蘑菇汤的。然后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小麦种子呀。啊，没有小麦种子，我们去搞点小麦种子啊。小麦种子是可以通过打野草随机掉的。哦，nice，这个小麦长熟了啊，长熟了，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小麦，哎，来这个诱拐这个是吧？诱拐这个小羊啊，小羊崽子啊，羊崽子，来，到叔叔这里来，哎，请你吃小麦，来，跟着叔叔走，哎。看光天化日，这个是吧？拐卖人口啊，拐卖羊口啊，拐卖羊口。来，请到这边来啊，请到这边来，跟着叔叔走，有肉吃啊，不是有肉吃啊，有麦子吃。好，他来了啊，我看我把他这个把他这个骗到我们的这个家里去是吧？哎，好啊，正好单身多年是吧？是不是解决我们的单身问题啊？解决我们的单身问题。好了，有了这只小羊羔作伴，我们不再是独自一人了。来，到我屋里来，你会爬楼梯吗？来，请进。哎，他貌似不会爬楼梯，请进啊。哎呦，哦，我把他脑袋挤住了啊！I'm sorry。好，我们到这边来啊。这个，我给他圈一块地方啊，我给他圈一块地方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原石墙，好的，来。嘿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这叔叔这里有好吃的，来，完了，他好像对我的不感兴趣。完了，我靠，完了，他对我的这个麦子不感兴趣了。行，你既然对我的麦子不感兴趣，你就别想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你还想出来？我，你还想出来？门都没有！我跟你讲，哎，门都没有。Oh yes，你看老八是在里边待着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好，我们的第一个人口拐卖成功啊！我们要如法炮制的去拐卖第二个啊，去拐卖第二个，哎。我刚刚看到那边好像还有一匹羊啊，还有一只羊啊。对了，我们刚刚想干什么嘞？啊，我们刚刚想种麦子是吧？哎呀，怎么把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打乱了啊？我们是想种麦子的，没错，我们要搞一点小麦种子，然后用小麦种子。哎，什么声音？我去，你在里边干什么？你在给你的小伙伴玩捉迷藏吗？啊，那我来，我把你放出来。那不用感谢我啊！你自由了。来，你吃小麦吗？哦，来，跟着叔叔走。哦，我们一次呢，拐卖到了第二个人口啊！哇，这个牛啊，这个牛，他还朝我喷气啊！来，走快一点，走快一点啊！走慢了没有吃的哟。好，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，对的，哎，往这边走。啊，我们这边已经有了两个了啊，这边一头羊，这边一头牛，来往这边走，哎，往这边走，来，往这边走，哎，往这边走，来，我看一下啊，给你留一个哪边呢？啊，来啊，你到这边来，来站这边，让你站这边，听见没有？那站这边，啊，好了，你自己玩吧啊，你在这里玩吧啊，自己玩吧，哎，自己玩啊，自娱自乐，好。好了，我们于是呢完成了第二个人口拐卖啊，我们高高兴兴的第三次出发了。哎呦呦呦，这个有点幸灾乐啊，有点这个这个叫什么？这个
乐极生悲是吧，一失足掉进水里了，哎，洗了个冷水澡。好了，我们啊，我们哎，我们刚才想干什么来啊，我们是想找小麦种子是吧，哎，怎么又成了拐卖人口了啊，我们继续找小麦种子。哦，哦，这边有一个神秘的矿洞，哎，这个矿洞里还有只小羊啊，我们怎么下去呢，我们把它拯救上来啊，我们把它拯救上来，你看它上不来了，这样我们挖一个台阶儿，哎，挖一个台阶儿啊，就像这样是吧，挖一个台阶儿。好，它是被独自困在了这一个啊封闭的地方，好了，你看我们把它拯救上去了，你看它一定很感谢我啊，它竟然能自己，哇，它竟然自己找到路了，我靠，智商好高呀。不行，你不能，你过来，跟着叔叔走啊，跟着叔叔走是吧，我把你救上来的，你应该感谢我，走，我请你到我家里做客啊，我请你到我家里做客。哎，好了啊，你看这笨的啊，你看这笨的。好，我们成功的拐卖了啊，我们成功的又拐到了第三个羊啊，第二批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能不能快点走，你这四个腿还没我两个腿走得快呢是吧，你这两个腿白长了是不是啊，好啊，我们不是两个腿啊，我们是三个腿，那为什么呢啊，呵呵哒，来，哎，我们是男人肯定有三条腿对不对，哎，你没有三条腿你就不是男人了。好，来，你是想跟这个牛在一块呢，还是想跟这边这个同伴在一块呢，你还是想再给你开辟一个道路呀，啊，啊，他不说话，好，行，那我给你另开一个土地吧，啊，你到这儿，哎，往这走走，哎，往这走走，好，不要动啊，乖，哎，不要动，哎，你别动，你动我就不客气了哦，好的，哎，里面是不是非常的这个舒服呀？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哎，好了，一天又要过去了啊，太阳也是要下山了。啊，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大获丰收啊，这个啊收获到了两匹羊和一匹牛啊，一头牛，好啊，不对，两头羊和一头牛啊，为什么要用匹呢，那这个匹是用来形容狼的是不是，好了，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就该睡觉去了啊，啊，一天又这么过去了，实在是过得好快啊，啊，我们到阁楼睡觉，哎，伴着美丽的夕阳啊，天空都被染成了这个啊，火烧云是吧，火烧云啊，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火烧云啊，我一直以为是吃火烧的那种形状的云是吧，我以为是吃的那种火烧，原来是火焰的燃烧那个火烧啊，话不多说我们睡觉，哎，等等起床，等一下， wait for a minute， 哎，月亮升起来了，我们不要这么睡啊，我们要伴随着这个美丽的夕阳，哎，不行夕阳看不到了，那我们就伴随着美丽的月光的升起来，哎，来进入梦乡。好，嗯，好，一觉醒来，太阳又是升起来了啊，我们来到了新的一天，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啊，还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不是，还是要解决温饱问题。好了，我们啊，我们昨天其实是想去搞一下这个小麦种子的，但是一不小心看到了几头这个动物是吧，那就情不自禁了啊，我们还是回归我们的主业，先搞吃的，哎，先搞农业，再搞畜牧业是吧，然后再搞工业，然后再搞这个服务业，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一个国家想要发展起来，这是啊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路线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有人打电话啊，我去接下电话，哎，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。好，我们回来了啊，我们回来了啊，嗯，刚打了个电话啊，啊，很多人可能就想问，哎，是不是春嫂打的电话呢？啊，好，其实阿春是单身狗，哪来的春嫂是不是？哪来的春嫂？哎，那很多人就会问了，那是谁打的电话呢？啊，哎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啊，估计是个骚扰电话。他给我说一大堆，我也没听懂他说了什么，是吧？应该是一个这个。应该是那个南方人的，他说话我也没听懂，应该打错了吧，啊，我也觉得打错了，他跟我说了一大堆啊，我也没听懂啊，我就给他挂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游戏中啊，这边又发现了个羊，但我不打算在这个在拐卖羊口了啊，拐卖羊口了是吧，我们已经拐卖了这么多了啊，再拐卖不合适了，
哎，给他一点自由的空间啊，让他自由的生活。好，美妙的背景音乐又响起来了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了，我们看看有几个种子了，15个啊，15个。哇，这个森林好大呀，我真想一把火给它烧了啊！森林纵火者啊，如果在这个时候点上一把火，那真是相当壮观啊，对不对？相当壮观。好，哎，我们貌似来到了另一个地方，哇，这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花，哎，这是什么花？哎呦，吓我一跳。什么花？玫瑰丛啊，玫瑰丛，哇，可以可以，来，我们回去养一点这个花啊，这个花种在这个家门口是吧？哎，多一点这个新鲜，好啊，这些花都采了啊。有一首歌唱得好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啊，但是我就采啊，我就采，来，哎，牛崽子，来跟着叔叔走，哇，看没有，我这一次就骗了6头牛，哎，我们的今天的这一工作量是就相当于昨天，哇，又来了一头，哇，我们后面4头牛跟着我们，哎，就为了这么一颗小小的麦子，是吧？这些牛连这个命都不要了，哎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啊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不是馅饼，就是馅饼啊，就是馅饼，啊，不对，哎，怎么少了一头啊？你看了？有一头已经幡然醒悟了，哎，他发现了这是一个陷阱啊，这不是馅饼，所以说他离开了啊，他离开了这个队伍，没关系，3头牛也不少，3头牛相当于我昨天的这工作量啊，昨天加起来的工作量啊，昨天骗了2只羊和1头牛，你这笨死了，过不来，啊，帮你打开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们今天的效率非常高啊，一趟就骗了3只牛啊，3头牛。啊，加上屋里的3头，哎，啊，就现在有6头牲口了，我们的小型牧场也就建好了啊。来 ，this way, please, 啊 ，this way, please, 哎，我家在哪呢？啊，在这边啊，在这边。哎，这边这个牛怎么不动了？你发什么呆呢？哎，看这里，哎，哎，这个牛不感兴趣了。这个羊呢？哎，这个羊过来了，走啊。这个牛怎么不走了？嗯，他可能发现我在欺骗他，一定是这样的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不行了，我要赶紧趁他这个傻不愣登的还没有发现，我赶紧的带过去，不然他一会儿发现我是在骗他，他又不转身走了。你看那头牛已经发现了啊，已经发现了，我是在欺骗他。哎，但是这一头牛好像还没有发现啊，好吧，快走啊！哎，我不会骗你的。完了，他也发现了。妈了巴子，你给我走，给我走，给我走，不走不行，哎，不走不行，你都到这来了，你敢不上去？请你吃小麦，跟我走啊！哎，好了，哎，那，啊，又跟着我们走了，啊，又跟着我们走了，好，嘿嘿嘿嘿嘿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欢迎做客阿春之家啊，欢迎做客阿春之家。他来了，哎，他来了，你来找这个小伙伴吗？啊，你来找这个小伙伴吗？哇，这个好硬啊！蹦，蹦，蹦，怎么还没烂啊？来来来来，进来，哎，进来了吗？好的，把路封死，不要急啊。嘿，好了，我们怎么出去呢？啊，这也是个问题啊，我们怎么出去呢？很简单的啦，哎，只需要一个泥巴啊，泥巴。往脚底下这么一垫啊，再把它打碎，看没有？哎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好了，我们就出来了啊。好啊，我们又忘了今天的任务了。我们今天任务是做小麦啊，是这个开垦农田。那，啊，结果我又搞了这么一群动物来。好了，我们开垦农田，让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啊，这边是种的南瓜。哎，怎么种了这么久了，不见一点这个长势呢？对不对？好奇怪啊！好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要继续开垦啊，继续开垦。哎，我们有19个小麦种子，我估计种在这边可能是个水，就是水啊，水资源不大够啊。我们可以学习那个村庄里的村民的一些做法，哎，挖一个那种水槽，然后呢，水倒在中间，两边种小麦。好了，那么说到这个水槽呢，啊，我们就要必须要有水。那么水呢，水虽然满大街都是，你看这满眼都是水，但是呢。你需要一种容器把它装进来，
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桶啊，需要一个桶啊，当然了，不是马桶啊，不是马桶，需要一个铁桶啊，铁桶需要铁，那上哪搞铁呢？那上哪搞铁呢？一般情况下，铁都是在这个矿洞里面。那这个洞我们以前挖过啊，但是挖了很久也没有见过，也没有见它出铁啊。我可能是挖的不够深啊，可能是挖的不够深。我们就继续从这边这个洞继续往下挖啊，继续往下挖。好，哎不，其实也可以，其实也没有必要啊，其实没有必要。你看底下都有这么多自然的水是吧？我们可以先利用这些湖边呀 啊先把这些小麦都种一下啊。反正离家比较近啊，种在这边来收的时候也倒是好收啊。好，就这样啊。首先呢，你要这沙子全都打掉，这沙子是沙子上啊，沙子上是种不了小麦的啊。先把这沙子打掉。好，哎，我这边一打以后，这个水都漫过来了啊，水都漫过来了，这都成了一些流动的水啊，都成了一些流动的水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多了一块啊，都是多了一块，就是多挖了一块，所以这个水呢就往里流了。如果我往这边再多挖一块呢，哎，这个水也会往里流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动态的水，但是你看这些水都是静态的啊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？哎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阿基米德原理，阿基米德原理啊！哎，上过学的肯定知道我在扯淡啊，没事啊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听到？好了，我们已经把这边的这个把这边的这些沙子啊都挖掉了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填一下这些，就是填一下这些啊，这些地方啊，这样如何填呢？哎，你看这边不是有水吗？哎，我们把它围起来啊，把它围起来。哎，嘿，好了，这就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啊，天然的叫什么？天然的这个啊，好，反正这就是天然的，是吧？哎，它就是个天然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两排呢种上小麦了。念，好，把我们的小麦都种上，那、啊、种上。好了，看到没有？这边这个土地立刻变得湿润了啊！你看，立刻变得湿润了，这样是有利于小麦的生长的啊啊！所以说，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是吧？哎，要利用好大自然、啊，利用好大自然。好，哎呀，我们的小麦还不够种的呢，是吧？哎，不够种的。好了，我们种几个甘蔗啊，不行，种几个橡树，种几个火把，哎，种几个斧头吧。蘑菇能种吗？哎，怎么扔了？哎，蘑菇不能种啊，不能种。好了，哇，长得太快了，你看没有？这个就是眼看着长。好了，啊，我们的小麦种子不大够，所以说导致没有。哎呦，哎呦，不小心给打了啊！好，这个水的流动声音都能听得到啊。哎，我们的种子不够多，行，那就先种这一排吧。啊，我们可以把这边这个原来种的呢，都转移一下位置啊，都转移到那边去。啊，这个熟了是吧？好，这个熟了。你看这些啊，哎，我们都转移一下。啊，有的熟了，有的还是没熟的。你看这些是吧？哎，就不在这里种了。我们要做出这种规模来是吧？要做出这种规模。哎哎哎，哎呦，我把竹子给打了，把竹子给打了啊。好，天又黑了啊。我们又该睡觉去了啊，又该睡觉去了。啊，我现在好像开的和平是吧？啊，开的和平啊，晚上应该是非常安全的，但是还是要睡觉啊，还是要睡觉啊。哎，我发现开和平这个饥饿值是不减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个饥饿值是不减的，这就很没意思了。好了，啊，我们这次在这里睡吧。好，啊，我们把这个难度调一下啊，把难度调一下。哎，调成困难是吧？不然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然有什么意思？好，要生存就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生存，那就像贝爷是吧？哎，要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啊，
做一个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，什么都吃，哎，什么都吃，哎，只要饿了什么都吃。好，好，啊，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，跟我的两个守卫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啊 ，Hello， 呀呀呀呀呀，啊 ，Hello， 呀呀呀呀呀，啊，他们说的是鸟语啊，我们听不懂。好，我们先去看看这个昨天种的小麦现在长得怎么样了。我相信在我的这个细心的呵护下一定会茁壮成长。哎哎，我们就是这个，我们就是园丁啊，辛勤的浇灌这个，是吧，辛勤的浇灌祖国未来的花朵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先给它施点肥，来，先给它施点肥。好了，哎，相信有了我的肥料他们会茁壮成长啊。当然我们手里现在还有七个麦子，那不能把它浪费了，是吧，我们再去开垦一点啊，再去开垦一点啊，这样啊，这样，哎，不对，这样啊，再往两边延伸一下啊。好了，哎，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啊，这个开垦一下。哎呦哎呦，我们的这个，我们这个叫什么，我们这个锄头坏了啊，就是耐久度没有了啊，这样我们再去搞一个啊，再去搞一个，这个好说，是吧，哎，让我先想想这个怎么合成的啊，一个木杆子啊，加一个什么来，木杆子啊，放中间，然后加一个这个吗，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啊，对，好好嘞啊，哎，这个合成表我一直记不住啊，但是不要紧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发挥你的想象力。好的，我们这边的这个农场基本已经是啊，基本已经是这个雏形已经出来了。这个沙子怎么乱入呢？啊，你怎么乱入呢？这样，好，嘿嘿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啊，还少一个啊，还少一个啊，我们给它种上一个树吧，啊，种上一个树吧，嘿，哎，给你种上一个树，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这边的这个农场呢，暂时就先啊，虽然很简陋啊，也非常简单，但是呢，简单粗暴才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理念，对不对？简单粗暴，那，啊，万事呢化繁为简。好了，啊，我们的农场呢，啊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牧场，那，啊，是我们的牧场，大家看到啊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骗来的这几头羊。啊，还有这边的啊，两头羊，还有这边的两头牛，哎，不容易啊，啊，不容易啊。但是呢，羊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呢？哎，可以为我们带来羊毛啊，可以带来羊毛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通过杀它的方式来带来羊毛，那就不是很值了啊。我们要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，没错，就是用剪刀。而这个牛呢，哎，我们可以从它身上获得什么呢？哎，可以获得牛肉、皮革，还有这个牛奶啊。那皮肉啊，这个皮革和牛肉呢，只能通过宰杀的方式啊，这是非常残暴的啊，哎，我们不提倡。哎，我们获得牛奶呢，就需要这个啊，需要这个什么啊，需要这个铁桶，没错。所以说呢，无论是羊毛还是剪刀啊，不是，无论是羊毛还是牛奶，我们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东西，没错，那就是铁啊。我们现在需要铁啊，我想想啊，哎，给他喂小麦，是不是可以让他这个，可以让他这个生孩子呀？啊，当然了，我先不喂它，我先喂自己吧。我看我肚子又饿扁了啊，先做点面包吃。哎，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，再去考虑别人的温饱问题。哎，我这还有个牛排啊，还有个牛排。哦，我这还有牛排啊，早说嘛。啊，那这个请你吃了啊，好吃吧？哎，好吃。然后他头上露出了这个满意的表情啊，这个爱心啊，这个心就是满意的表情。哎，他们马上就要这个什么了，生小牛了啊，生小牛了。好，我们来这个烤肉能不能烤一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就是烤过的牛排，就是烤过的。好啊，我们吃牛排啊。好，一下补充了四格，是吧，啊，好啊，吃的很饱。好了，吃饱了就干活吧。啊，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啊，我这个家感觉非常空荡啊，非常空荡。那这边非常空荡啊，我决定放一点装饰的东西啊，来美化一下我的这个家。哎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是不是瞬间感觉
哎，瞬间感觉有逼格了呢。哎，我没有觉得啊，我没有觉得。好，没有觉得，就是你不放的理由吗？哎，显然不是啊。啊，作为一个对生活有情趣的人，啊，一定是要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定是要这个。好，我觉得不能，我觉得不仅要在这个家外边放啊，还要在家里放一些。哎，这个东西会不会找蜜蜂啊？啊，会不会找虫子啊？哎，这里不让放啊，这里不让放，看来它只能种在这个泥土中啊，只能种在泥土中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算了啊，那就算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美化一下这个家啊，美化一下家。哎，来，你们两个守卫辛苦了。哎，你们一人送你们一朵花。哎，一人送你们一朵花啊，不行，这样影响他们的视线啊。啊，这样吧，哎，好的，这个人家都是放迎客松啊，我们放迎客花。啊，手里还有六朵。啊，没地方插了，这没地方插了，啊，这个随便放啊，随便放。啊，随便放啊。好，音乐又响起来了啊，music 啊，music，然后每个角落都放一个啊。啊，要讲究这个美观啊！你像这种放这么多，就不要再放了，啊，让人觉得看着很不舒服。这样，啊，最后一个放在哪里呢？啊，放这儿吧。好，啊，美妙的音乐。好，我们要干活去了。吃饱了就有力气干活了。我们就开始寻找铁矿了。那铁矿一般都是在洞穴啊，一般都是在这个矿洞。那矿洞我们可以选择自己。哎，等一下，矿洞。大家还记得第二期吗？第二期我们在那个方向啊，就是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反正就是那个方向，发现过一个矿洞。当时我们说的是以后来探险，是吧？哎，我们不妨就去看一下啊。当然去之前，我觉得还是要准备一些蜡烛的啊。哎，火把，那，啊，不是蜡烛啊，火把说错了啊，火把。好，有22个火把，可以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个背包里没有装剑啊。作为一个防身的武器，我们总不能拿着这个镐子防身吧？那多怂啊，是吧？哎，拿一个，造一个剑啊，造一个剑。哎，不是沙粒啊，原石。剑是怎么做的？啊，这是镐子啊，剑怎么做的？好。嗯，好的。造了一个石剑，啊，这个剑用来防身啊，防身。好了，我们出发了，哎，剑在手，哎，哎，这个剑呢，啊，人至剑则无敌啊，挥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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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挥，哎，看我这手速，看我一秒钟出剑3-4次，挥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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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啊，好了，这个看一下，我们当时呢，记得有一个矿洞啊。不是这个啊，这个矿洞是没有东西的。我记得是在比较啊很深啊，就是很往里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寻找一下吧。哎，寻找一下。我记得是这个方向啊。哇，这个森林太大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啊！小羊崽子啊，小羊崽子。啊，这边有一个湖水啊，有一个这个，有一小潭湖水。哎呀，这让我，哎，这有个牛啊，一个牛啊，我们是爱护动物的人啊，就不宰它了。再说我们有食物是不是？哎，有食物你宰牛就是你的不对了啊。如果说你没有吃的，你杀个牛是吧？这是叫自然的规律啊。但是如果你有吃的，你再宰牛就不对了啊。好了，我们站得高啊，站得高尿得远是吧？啊，不对，站得高望得远啊，站得高望得远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在高处看一下啊，在高处其实看不到东西，你看这边全都被这个树叶给挡住了，这个森林太大啊，森林太大啊，一望无际全是森林。哎，前面有一个小山坡啊，过去看一下。哎呦我去，我别一会儿忘了家在哪个方向了是吧？哎，回不去了就麻烦了。哎呀，好身手，好身手！
啊，好个屁啊！这你都过不去，你就是个渣渣。哎，还真的发现了个矿洞，有木有？哎，有木有？哇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！哎，我们要不要下去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带的粮食啊，十个牛排应该够了啊，十件啊，十镐，应该多搞几个镐子。其实啊，没事，我们现在可以现在生产一个。哎，我们现在可以造一个工作台，我们都需要多生产几个这个。那、啊、怎么扔了？哎呦天哪，天黑了啊！赶紧找个地方，赶紧铺张床睡觉啊！但是我好像感觉从来没有见到僵尸啊！难道我这个版本下的没有僵尸？对吧？哎，我们自从第一期开始就没有发现过僵尸啊！可能是我们睡觉睡得比较早，僵尸还没有爆出来，是吧？哎，好，工作台。哎，我们先把工具都备齐了，不然一会儿不够用的就很尴尬了。石镐啊，来一把啊，再来一把。好的，两个应该够了吧？啊，两个应该够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就出发了啊，我们出发了。哎，哇，这个洞，哎，流水声啊，流水潺潺，哇，好黑啊！哦呦，这个地方还可以，哇，深不见底啊！我们先不去那里边了啊，啊，我们先往这边走，哇，神秘的矿洞啊！哎，我怎么看到光了？这就不对了！哇靠，那这里没有东西了啊！哎，这边有煤，我们可以采集一下。好，噔噔。还有经验吗？这个东西还有经验值吗？啊，这里边还有等级是吧？你看我们现在是二级。好，啊，这边都是通的啊，所以说这里肯定是没有什么东西了，那就不在这里了啊，往回走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探索这个神秘的这个无底洞啊，怎么下去这是一个问题啊，还是挖一个台阶吧。啊，这边这个水流好烦呐。啊，能给它堵住吗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他了。哎，拿错了，我们挖一个这个台阶儿。哎，你看这个上去都不好上。好，先挖一个台阶儿，留好自己的后路啊，留好自己的后路。好，哎，好了啊，一会儿我们方便往回走。啊，你看没有，选对工具才是关键啊，工具用不对的话。哎，就很蛋疼了。这样，这个水不会流下来吧？你看，就差一点点就流下来了。哎，它这个水啊，好，这样挖一个这个台阶啊，挖一个台阶，慢慢的挖下去。哦呦，我不该把那个挖掉啊！这样，其实刚才那是有一个保护作用的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那就一直往下挖下去。啊，我的个老天哪，太深了！我们就这样，步步为营啊，步步为营。哇，底下深不见底啊！哇，真的是深不见底。啊，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，是吧？啊，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。哎，我们插个火把照亮一下啊。好，哎，我们可以先到这边啊，这边又有一个洞穴啊。啊，背包好像满了，我看一下，把刚才那个面包吃一下吧。哎，把这个面包吃一下。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好，吃饱了啊，吃饱了。来，拿起你的武器。啊，把这个武器拿着跟这个放的近一点，不然一会儿换的时候换不过来。啊，放到这边。好，妖魔鬼怪快出来！哎，发现了铁矿，好的。我是你爸爸嘞！我擦你爸爸！哎妈了个巴子，怎么突然就出来了？我吓我一大跳。好啊，其实我是装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都看出来我是装的啊，我是很淡定的啊，我是很淡定的。
哎，不过话说这哪来就冒出个鸡鸡怪啊？这是吧？我们整整三期节目啊，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怪物，这忽然就冒出个鸡鸡怪来啊啊！没事啊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啊！来，我们来挖铁矿啊，挖铁矿。啊，这个鸡鸡怪这么一炸呢，也是帮我们啊炸开了这个啊炸开了这个路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背包满了，看一下，不用东西扔一下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滚你大爷的！罂粟，你还罂粟是吧？哎，我还冰毒呢啊，我还摇头丸呢。好，玩这矿啊，矿现在对我们有没有诱惑力了啊？这矿都不要了。好了，我们往这边走啊，往这边走。嗯，像这种铁矿啊，一定要拿着。好啊，前面是无尽的黑暗。哎，拿起剑来，你不要怕啊，你不要怕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哎。那我们一点不怕是吧？怕个毛先，哎，怕个毛先。没路了是吧？哎，没路了。哦，好，还有路。哎呦天哪，我们带的火把貌似不大够啊。好，这下是真的没路了。哎，有水的声音啊，这边没有路了啊，那就往回走了啊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你为什么不继续往里挖呀？啊，我不是很想挖啊，我还是对这种天然的洞穴比较感兴趣，你自己挖出来的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好，哎，这边这么多煤啊，这么多煤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嗯，走了，可以。把火把都收一下，我们的火把比较缺乏，这个就不收了啊。其实我不想采煤的啊，这个煤太没有性价比了啊，太没有性价比了。我想采铁，哇，这煤这么多，资源很丰富的嘛。哇，这是再往下踩，好了，应该没有了啊，应该没有了。好了，哎，终于踩到泥巴了。好了，看到这边有岩浆啊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岩浆周围的好东西都会比较多。哦，这边有路哎，先到这边来看一看。哦，头顶上有铁，哎，这边是通着的，看没有？这边是通着的。哦呦，哦，这是那个无底洞啊啊！先这边有这个铁矿。哦呦，我听到僵尸的声音喽，是不是？哎，底下有僵尸！哎呦，我天哪，底下有僵尸啊！哎，不用怕他，在哪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别作死掉下去了是吧？哎，别作死掉下去了。好，嗯，没事。他感觉嗓子里有个痰是吧？哎，我建议你先清一清嗓子啊。我推荐你吃这个西瓜霜含片，哎，或者是金嗓子，这个清痰化瘀。啊，不对，清淤化痰，止咳是吧？哎，江中牌啊，不对啊，那是消食片是吧？啊，不是江中牌，我想想叫什么牌来？哎，哈药六厂啊，不是哈药六厂，叫什么来？哎，广西金嗓子，哎，没错啊，广西金嗓子，这是什么沙子啊？里面掉碎石。好了啊，发现岩浆啊，这个岩浆还是在流动的，哇靠，哇还不时的蹦出火花，那这个让我们要怎么过去呢？哎呦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我们看能不能铺石头过去啊？啊，应该可以，我觉得。哎，哎呦，什么声音？哦，不是，不、哦，这不会漫上来吧？它不会，我想没有石头了啊，没有石头了，我感觉我作死了啊，用泥巴好不好啊？啊，我们还有原石啊！来，我们用石头把这个岩浆堵一下。哎呦天哪，那别崩我身上了，你这个，哎呦呦呦！稿子还没废啊！哎，一个岩浆弄我身上，我就完了。哎呦天哪，这个上，哦，这个岩浆啊，行，那我们就不去这边了啊，先不去这边了，哎。那上面太难搞了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有13个铁矿石，就是能烧出13个这个啊13个这个叫什么铁矿啊，我觉得这些是够用的了啊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旅途呢就先到这里了，哎，我们下一次呢，哎，再去这个神秘的无底洞去跟僵尸大干一场啊。我们现在装备呢不大够啊，不大够，哎，等我下次再回来收拾你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呢我们以后再来探索。哎呀，怎么这边还有腐肉啊，这边有腐肉啊，这边有僵尸是吧，啊，这边出现过僵尸，说明啊，这边还有煤，这边还有煤炭啊，我已经不再很感兴趣了，算了，踩一下吧，不踩白不踩啊。啊，不会留下来吧？应该不会啊。我把这边堵一堵，让我感觉太难受了这边。好，哎，把水堵一下，好，这样就舒服多了。这张我们探索过了是吧，啊，探索过了，好了。把这边的这个踩一下，正好把斧子也用烂了啊，用烂了以后我们就走了。这个斧子还没有，不是这个镐子还没有烂，好了，烂了啊，烂了烂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啊，这个腐肉啊，腐肉。去你大爷的啊，怎么扔啊，这样是吧，啊，好。好了，我们回家啊，回家。现在天黑了吗？哎呀妈，天黑了是吧。好，赶紧睡觉啊，赶紧睡觉。我可不想跟小僵尸干上一架。OK, 我们进入了梦乡。哎，进入了梦乡。好了。啊，一觉醒来呢。我看看啊。这是这个方向是吧，好，那就是这个方向。好，我们就一直的走下去。啊，一直走下去。哎呦。好，我们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嗯，好，被我的这个甜美的嗓音给打动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伴随着这个甜美的歌声啊，踏上回家的旅途。回家，回家。好，我不唱了啊，我唱的这么好听，我怕你们把持不住呀。好，我们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看来这个离家离这个矿洞还是很近的嘛。下一次旅途呢？啊，我们就去那个更深处啊，去矿洞的更深处。哎，不过其实这底下啊，我家这底下其实也是有这个啊，也是有这个什么的啊，也是有这个，好吧，我们的稿子烂了，也是有这个煤矿的。哦，熟悉的音乐响起来了啊，你看我两个守卫一人拿了一朵花来欢迎我啊，欢迎我回家。来，首先把这个铁矿烤一下啊，不是烧一下，哎，铁矿石烧一下。当当，好，烧一下啊，烧一下，需要搞点木头啊，搞点木头。当当当，来看我的小麦熟了没有啊？走，看一下我这两天没回来啊，出门在家两天啊，不到两天啊，一天多一点，看这个小麦熟了没有？啊，好。这边已经有小麦，已经是泛起了这个黄色的这个边儿啊，等它这样其实是不熟的，如果打了的话呢就没东西了，等它黄的时候才是熟的时候啊。好，慢慢长，那这个小树苗呢，小树苗不见长呢，怎么先把这边的甘蔗收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砍一些木头啊，用来当柴火。好，这一棵树肯定是不够的。好的，好，这边呢，那把这边方圆的木，把这些方圆啊，方圆5公里的木头全部砍掉，因为这个树多了，感觉看起来很烦啊，看起来很烦。啊，不过像这种白桦木，我们可以留一下。这个白桦木做建筑材料是非常漂亮的，我们先暂时再留一下。啊，这种褐色的木头呢，就不留了。好，好的。
哎，好的。什么声音？啊，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是吧？好了，这些木头呢，我们去用来烧铁矿啊。这边有一棵树，树苗啊。哎，我们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哎，可持续发展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把树砍下来了，你不能就这么完事了，你再给它种上是吧？哎，你得再给它种上。好，哎，如果种在这里，它会不会长不起来啊？试一下啊，试一下，算了，种这儿吧。好了，都种上啊，都种上。我们去拿这个木头，是吧？这个橡木去当柴火，灰灰灰，哎哎，已经烧出三个来了啊！继续烧，继续烧啊，继续烧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两头牛啊，有没有生下小牛崽子呀？哎。你们的孩子呢？啊，你们的孩子呢？啊，这两个小羊崽子有间隔，看没有？有隔阂啊！我们要把这种隔阂取消掉，让这两个羊呢，哎，就像一家人一样，是吧？哎，给你们两个这个鹊桥相会的机会。好，咣啊！祝你们俩幸福啊！祝你们俩幸福。哎，好。这个羊说，我对那个男的不感兴趣啊，这个男的说，啊，我对那个男的也不感兴趣啊。好，既然你们两个这么的勇敢啊，这么的这个敢于，哎，敢于这个，是吧？敢于抵制，是吧？我们的这个要求，是吧？谁告诉你男的和男的就不能愉快的玩耍了？赶紧过去，你俩去生孩子去，哎，你俩生孩子去。啊，好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啊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我们现在需要找小麦给他俩补充这种能力啊。每个人吃一个小麦，哎，就可以生养小羊了啊。这里面的羊貌似是不分性别的啊，貌似是不分性别的，不分公的和母的。好，那，我们想干什么嘞？哎呀，这脑子啊！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羊啊，很多的羊。啊，这边墙上有这么多煤矿啊，啊，都踩一下吧，是吧？不踩白不踩这个东西。哎，这个东西不踩白不踩。好，哎呦呦呦，这边这个煤矿资源也太丰富了，相当丰富啊！哎，为什么打这种东西就加经验值？打石头不？你看打石头就不加经验值呢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啊，好，采矿啊，是一个无聊。啊，简单，那不是简单啊，单一啊，无聊的任务。但是呢，哎，我们一样能找到乐趣啊啊！我们怎么找乐趣呢？来，给我去嗨起来 ！Everybody， 哥们，杯子都是打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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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打死！他妈的天涯是我的哎，是不是干劲十足？哎，是不是干劲十足？哎，十足个屁呀！好吧，哎，我们不要自嗨了啊！老爸是要采矿嘛，哈哈哈。哎，怎么又来电话了？哎，怎么又来电话？这什么情况啊？最近怎么这么忙啊？那我们本期视频呢也到这里好了。这个我们因为这边时间呢也是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到点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啊，我们下一期呢一块去探索那个神秘的洞穴。哎，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